还有榴莲。你看这边，谢谢，你会跌下去，啊、我不要这样，对我再这边听听。榴莲在里，你指给爸爸看。榴莲掉了，我们来捡榴莲了。小帅哥捡榴莲好吗？好吗？你说好。好。嗯，来，我们来放绳子。你猜到我的吗？我不要哎、欸，你叫我走，你开过，你走过，你再讲过一次。不可能。小弟弟要捡榴莲吗？榴莲在哪里啊？哦，在上面哦，榴莲掉了，绳子挂着，你看。我们来捡榴莲好不好？放绳子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来放绳子啊。要好的，大声。好。来，你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嗯，你看榴莲掉了。我想要自己。这里不可以哦，太斜了，爸爸拿给你。好吧，拿着。第一等奖，爸爸会给你的。哇，很香的这个榴莲，可是壳不真美，缺美啊！啊，哪里边？很重。很重啊！